以呀、啊、你。什么呀你，吓死人了，我尴尬癌都要犯了。哎呀，证明你现在成功了，换个办公室都有惊喜派对。对于我们这个年纪，有的时候惊喜就是惊吓。咱们俩现在去哪儿啊？去老邹商场。邹荣说让我们7:10过去，现在不是也没事吗？过去看看，而且我们离商场那么近，儿童区我认识，老邹不在，我们两个去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好。小朋友，哥哥问你啊，如果到时候那个小姐姐不愿意跟你走的话，你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哥，我觉得小朋友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呀？变数太多了，容易出岔子。哎呦，这个怪我没有教小朋友应变的方法。哎，要不你现在教他吧，来得及。行。老公，紧急情况，女主角现在就过来了。重复一遍，女主角现在就过来了，赶紧让男主角撤。雪儿，你看到那个姐姐的话，就把皇冠给她戴上，然后呢再牵着她。女主角马上就到，赶紧带起小走。现在啊？对。快走啊！啊、哦！哎，我们快走。干嘛啊？我正说事儿呢。房东给我发微信说让我们俩赶紧回去。不回去能干嘛呀？房租不是交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十万火急。啊！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哎，走。哎，哥哥哥，我们现在有点急事，必须得回去一趟。电话联系，我们电话联系啊！哎、快走，快走。逛逛吧，不逛了，没什么好逛的啊。慢点，注意安全，行吗？这有多着急？正好过来巡店，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早过来了？荣晴下班了，没事我们就过来呗。我可以看一下场地吗？没问题，这边请。人呢？怎么我上个厕所人都不见了呀？苏阳，你和七小人呢？哎，欣姐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么早啊？西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啊，他来帮忙。对对，这么早就来帮忙，辛苦了哈。应该的。哎，若曦，嗯，我简单的先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流程。好。到时候呢，七小呢，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。我们给他放一个礼炮，然后我们呢会从这边跑过来，到这个展板位置的时候呢会把布拉下来，到时候啊我会在这个展板上写上祝齐晓生日快乐，然后这一个区域啊我都会布置上鲜花和气球，你最后呢推着蛋糕从那边过来就好了。老宗，嗯，谢谢你，你刚才这样突然一讲，我觉得可能这个生日还是不要在这儿办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毕竟是个大庭广众嘛，我想这样的惊喜对于齐晓也许是一个惊吓吧。人那么多，嗯，大家都在看，好像有一点在作秀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所以，拜拜，辛苦你了，亲爱的，思佳。也辛苦你们白白忙活了，
所以我想还是让我回去再想想，好吧？好吗？我先走了。不办了。那他要不办了，七巧求婚怎么办呢？老公，我们就跟七巧说，让他求婚再等等呗。不行不行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办公室啊，把那个方案再研究一下。不，哎，还在负隅顽抗。哎呀，思佳，七巧跟苏阳呢？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苏阳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就走了。我找到他，要他好看。那你一会儿啊，见到七巧和苏阳，帮我带句话。嗯。七巧这个求婚计划，我退出了。我也请假三次。为什么？你没看到你们欣姐刚才的反应吗？还有，你想想，崔立新之前在餐厅求婚，在办公室搞大场面，沈若欣她感动了吗？我觉得若欣啊，她还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，让七巧再等等。好吧。哎，子妍姐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说。为什么欣姐不想结婚啊？结婚有那么可怕吗？结婚呢不可怕，只是跟恋爱啊是完全不同的感情结构。沈若欣可能觉得现在的她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来改变。我还是不懂哎。这女人结了婚不才会有安全感吗？遇到好的男人就应该赶紧抓住呀。我问你啊，你见过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吗？公狮子只有在追逐猎物的时候才会奔跑，等猎物到手，它就会懒洋洋的一动不动的在那晒太阳。想想吧，傻妹妹。哎，那房东又不来了。他刚才给我发微信说他搞错了。不是你这个同学耍我们的吧？你手机给我骂了去。这耽误事儿呢吗？这不是。你别给他。你行，忍不了。哎，我来。哎，思佳，你怎么来了？谢晓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怎么了？刚才欣姐已经去过商场了，我们没有跟她说你要求婚的事情。但感觉欣姐明显不喜欢在商场搞什么仪式。子妍姐还让我转告你，她觉得欣姐还没有做好进入婚姻的准备，你这样子求婚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的。崔立新就是前车之鉴，所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吧。但是子妍姐就退出你这个求婚计划了。那欣姐还给子妍姐说什么了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反正我话就已经带到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思佳，你再说清楚。大拉小干什么呀？你又怎么了？我又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跟七巧走了，为什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呀？我们那个时候特别着急，房东催着我们回来。都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我以为邹成哥他会告诉你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忙吗？你就是一只欺骗感情的公狮子。哎，他说我是一个欺骗感情的那个公狮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搞得清楚女人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呀？怎么啦，老公？怎么那么失落呢？刚才齐晓给我打电话说商场求婚不办。哎，我这个双重惊喜计划泡汤。别叹气嘛，其实呢这也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你设计的求婚计划只有在我身上才管用，
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个锅配一个盖儿。你老婆我才是世界上最懂得欣赏你的人。老婆，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，给了我一个发挥的舞台啊？那当然了呀。啊，好，现在啊，我要重新设计一个求婚计划。邹成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情况了？我是准备在我们十周年的时候用，让你过后悔嫁给我。我让你啊，永远都要做我的新娘。那我等着喽。等着吧。喂，喂，齐晓，我到家了，你下班了吗？要不要上来？我还在加班呢。哦，那好，你乖乖加班。好啊，拜拜。干嘛呢，姐？你跟老邹在一起吗？我想请你们吃饭。欣姐啊。啊。你状态有点不太对头，怎么了？生欣姐气了？哎，紫妍姐说的那些也不一定是欣姐的意思，你要不确定的话，你就当面问问欣姐啊。我怎么问啊？我问他，你想不想让我求婚啊？你别冲我呀！我不是冲你，也不是冲他，我冲我自己。这杯算我赔罪，之前请老邹帮忙，最后又没用，让你白忙活了，对不起。算了吧，装装样子还行，还真喝你的。我们都是自家人，又不是外人，那本来就白忙活了嘛，不好意思啊。紫妍是我老婆，你是她最好的闺蜜，那你要真跟我算的话，是不是要从我追她你棒的时候开始算起？哎，跟我啊别客气，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和齐晓能够幸福。老公，你说的真好。嗯，尝一次变态辣，特别好吃。啊，你这也太辣了！齐晓是怎么跟你一起吃饭的呀？特意为他练的呗。爱情的力量。所以我就说呀，这个生日惊喜还是要给，只是地点不选在商场，我想应该是在家里。哎，家里也好呀。哎，我那儿有现成的气球跟鲜花，我都给你运过来。不用搞得那么铺张，我就觉得想私密一点，然后再走心一点的惊喜。什么寓言？保密。不过呢，这周五你要把你的时间留给我，我需要你帮忙。知道啦。哎呀，现在还有两个难题。第一个是，怎么能在齐晓不知不觉中拿到他们家的钥匙？第二个是，周五千万不要让他提前回来。哎，不让齐晓回来这件事交给我呀，我到时候周五请一天假，我贴身看着他。你不让他回来，绝对回不来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老邹。还剩一个，怎么拿他们家钥匙呢？从齐晓那儿肯定是不行的，容易被发现。哎，他不有个室友吗？从他身上想办法。苏阳，有思佳，聪明如你。来，带我一个。
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，让我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，让我觉得其实人生还有很多不同的意义，也让我看到了我更喜欢的自己和我从来都没有的样子。所以不管是40、50还是60，我都不再焦虑了，因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我人生的派对才刚刚开始。思阳，你又怎么了？你怎么总是大半夜来搞我呀？有完没完啊？没完，我没完。真是疯了！我决定了，我还是要给欣姐求婚。她亲口告诉我的，我对她很重要，就是因为我能带给她惊喜。既然她不喜欢商场，那我就换个地方。你得帮我啊。怎么帮啊？你跟我来，跟我来啊！地方还真不少，遍布上海呀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周五不管他去哪，我就去哪做准备，向他求婚。欣姐不在公司啊？啊，她说周五要去一个新车发布会的现场。我觉得不管她到时候去哪，我都能想办法把她引导到一个有我们回忆杀的地方，然后再给她惊喜，向她求婚。听起来不错，但是你也得知道他那天在哪儿，才好做准备啊。对啊，我要怎么知道他的行程呢？我要问他太刻意了。是啊。看看吧。都说为了兄弟两肋插刀都行，那牺牲一下色相也没什么关系吧？你要干嘛？给你女朋友发消息，明天请她看电影吃饭。来，思佳，多吃点啊！谢谢姐。好吃。哎，对了姐，你今天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是昨天在商场呢看见你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想问问你怎么了。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上海发展，父母也不在身边，确实还是很辛苦的。哎，若曦啊，虽然对你好，但她毕竟是你领导啊，我觉得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不好跟她说很多。所以呢，作为姐姐的我，就来关心一下妹妹你。哎呀，子妍姐，你怎么那么好？好感动啊！那你这是为事业还是为感情啊？哎，还不是因为素养。你说，邹成哥对你那么好啊，那齐晓对欣姐又那么好，怎么就素养她跟个木头一样的呢？你上次说那个非洲公狮子的理论，我觉得特别对，从来都没有追过猎物。都是我主动跑到他身边去的，他从来都是懒洋洋在那边躺着一动不动的，更不要说什么惊喜啊浪漫的了。哎呀姐，你说在他心里我到底算什么位置啊？思佳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人跟人呢是不同的，这每个人呢对别人好的方式他也是不一样的。你看啊，我们就说苏阳，他呢不是会给你花言巧语给你惊喜的人，但是我看得出来啊，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对你好。说实话，不是每一对情侣都是同一种模式相处的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苏阳虽然不会说，但他确实做了蛮多的。就像昨天啊，他发现我生气不开心了，虽然没有道歉哄我，
但是他还是半夜发消息约我今天看电影吃饭了。那你们俩现在进行到哪一步啦？什么到哪一步啦？这你都不知道吗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，嗯，是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。听好了啊，首先呢，你们俩要确定关系，然后呢，要双方的家长知道你们这份恋爱关系。但第三点更重要，就是你一定要拥有对方家里的钥匙啊。苏阳家里的钥匙吗？你还没有苏阳家里的钥匙啊？哎呦，你怎么没有苏阳家里的钥匙呢？嗯，哦，哎呀，思佳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看苏阳他是慢热型的，既然呢你对这份感情是认真的，而且又是这段关系里的推动者。适当的给你点压力，知道吗？嗯，不然像苏阳这种性格，他是很难的主动的往下一个阶段迈进。吴娟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来，姐，干。钥匙。思佳。你说我们看哪个电影、啊？你每次都问我，那你请我看电影，你都没有做功课，有没有点诚意、啊？我当然有啊。那我们看那个，我查了一下，评分特别高。你都没有问我爱不爱看，你就决定啊？那你来挑。哎，思佳，我错了，但是。你能不能告诉我错在哪儿啊？算了，哎，思佳，你别走。你说怎么表现我的诚意啊？我问你啊，我们的感情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我们俩谈恋爱。你傻呀你！两个人从确定关系到最后结婚，有很多关键节点的。首先是确定恋爱关系。第二是双方的朋友、家长都知道这段关系。第三是有对方家的钥匙。你说我们到第三步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有诚意让我们到第三步吗？我当然有啊。好，我呢给你配了一把我家的钥匙，你把你家钥匙给我吧。现在？可是我没准备啊。简单，旁边小马路就有配钥匙的，我们现在就去。那我们不看电影啊？你今天翻来覆去，不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拿欣姐周五的行程安排吗？怕她来不及早下班回去陪齐晓过生日。我都知道了。你呢？现在就去配钥匙，我帮你搞定行程安排。去不去？走不走嘛？有没有诚意嘛？有，当然有诚意了。我们现在就去。思妍姐，我已经拿到苏阳家钥匙，到第三阶段了。那你说，这第四阶段是什么呀？可以，行程安排没问题，按这个去安排。子妍。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呢？钥匙我拿到了。真的？厉害吧。那先这样。好的，拜。
毕业。嗯，欣姐周五的行程定了没有啊？我想看一下最后有没有我提案的地方。刚确定，你看，看一下。哎，对了，行政部拍新街马匹送来了很多零食，你赶快去看一下有没有喜欢吃的。真的？那我去看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行政表来了，快对一下。你告诉我他要去哪儿，然后我来找，最后找一个最近最合适的地方。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呆了？不用找了，就最后这一个。那科技馆。你是说就那个我陪你画了一整夜新展厅画报的地方啊？你看，下午四点到五点，科技馆球幕展厅，你说这是不是天意？嘘，别吵别吵，我现在眼前已经有了画面。嫁给我，我愿意。我怎么觉得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呀？哎呀，上次我在这通宵干活，还是一个悲催的乙方，怎么我现在都自己开公司了，还要在这卖苦力啊？哎，这做人啊，不能太飘啊！不要觉得自己创业了就是资本家了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小个体户，还是打工人，懂吧？不忘初心。那我还要谢谢你喽。那是我。哎哎，又玩是不是？吉祥，思阳。哎，哥，哥，给你们带点宵夜。哇塞，给我们带这么多吃的呀！还是哥仗义。我呢不会画画，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忙，做点后勤工作还是可以的。哎，吉晓，我可说了，只要你求婚，我一定全力支持。谢谢哥。哎，你们这么晚才开始画，要画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哥，上次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主任，他今天不在，后来我们俩好说歹说，说后面帮他们画一个活动，才让我们进来。到的时候就已经九点了，估计又要熬通宵了。哦，通宵啊！啊，那行，那你们先画啊，我明天早上呢再给你们送早饭啊。
放这儿了啊，记着吃。再见。哎，拜拜。邹成哥真是个大好人啊，太仗义了。哎，老婆，你放心，要花一个通宵呢，我会继续盯着。